放心吧。这边讲解员就是很负责的。来，我们后面各位啊，从这边走了，我们继续进这个藏壁洞参观，后面还有1600米的路程啊。저희가앞으로이제3분의1라는이길이1600m 라는거리가되겠습니다600m. 我这边走，跟上我走就可以啊。那我走。